已经过了三天了，如果他再不主动联系我们的话，我们就错过了最佳时机。再等等，会打过来的。喂，第一份合同是你与我结婚的婚前协议，这份合同可以保证你在与我结婚三个月后就和我离婚，并且到时候可以拿到100万的补偿金。第二份合同是 Alex 的授权合同，需要你和我一起签字，我已经签过了。最后一份是你将 Marry Me 的股权转售给我的授权书。我不同意。如果你不签署的话，此次我们歪墨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将由你一个人全权承担，你父母名下的房产，你母亲的洗衣店，对了，还有你闺蜜林小雅跟你合开的网店，通通属于我们。律师函我都准备好了，随时等着你。李思辰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只要你签署了这三份合同，自然就不存在威胁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三天内100万，拼了！找笔，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使用流线型褶皱，垂坠感的剪裁，还有腰部的收腰，胸部镂空的设计，顾西西、啊，你还是不是女人了？你的眼里只有这些？真的不得不说，这些细节方面 Alex 真的非常厉害，价格也很厉害。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件婚纱是我替你付了款。李思辰，这个婚纱怎么是你付的钱？您的快递。哦，来了。等等，那个岳阳电话还有那个快递，该不会都是你的圈套吧？你在说什么呢？听不懂。听不懂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找 Alex 问清楚。好啊，问他是不是我骗你结婚。总之无论如何，这件婚纱穿在你身上，钱你总是要付的。李思辰，算你狠。你好。嗯嗯嗯，你好，我叫林小雅。林小雅，嗯，顾西西的闺蜜、室友、合伙人、三流模特。我好歹也算二流模特吧，上过不少大秀呢。你好，请您二位和我一起去试一下伴郎伴娘的妆吧。好呀，这边。果然无论是什么女人，穿上婚纱出现都会加了一层美颜滤镜。可惜我身边的人是你。仿佛掩护亲吻天际。
在莫测的风雨，你的笑让人安宁，原来幸福结局就在。希望明天的婚礼你能喜欢。我喜不喜欢有什么重要的？你喜不喜欢不重要，我的尹太太喜欢很重要。尹思辰，你好，你个尹思辰，你要气死我呀，你这个要结婚了竟然我不是第一个知道的，告诉我这是假的是吗？你不会是要告诉我这是真的吧？我问你照片帅不帅，这件礼服很贵的。帅，太帅了，但是你没有觉得他配不上你吗？啊？这句话你以后当着我的面说一下就可以了，从今以后他是我的尹太太，说话注意点。不是吧，尹太太，我还记得上一次你说那个八卦杂志拍到你们，你说的是商业运作逢场作戏，现在就尹太太了。上课我说你这张嘴，这些话要是传出去被别人听见，我公司的估值还要不要？周末把时间空出来。思辰，你结婚比我早，哎，而且还是我不认识的女孩子。我尤其说过你吗？没有。那结婚能说吗？那你总得告诉我这顾西西他住哪里，哪里人，他爸妈是干嘛的，喜欢。结婚吗？一切都搞那么清楚，结婚还有什么意义吗？结婚不，而且我哪有那么多精力浪费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。我这思辰。西薇。坐吧。恭喜你啊。谢谢。为什么是他？天意。天意，我看是天灾吧。